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哎呀，飞机是开不了了。其实我觉得开飞机也挺好开的，那飞机主要是不会坠毁。我开过飞机，飞机还是挺稳当的。说实话，我开过那种那是滑翔机，我还有那开飞机证书呢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先一 A 平 A 再 A 走了。吃个药，下波可以打。正好我们省衣服来，他跑了。我个人建议你把我杀了，啊，再给我表演节目，小伙子。否则你可能会死得很惨。挺吓人的。哎，这一下为啥能扎死我呀？这一扎正常来讲是扎不死我们的啊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扎死了。我计算的血量应该是刚刚好，这一扎应该是扎不死我们，应该是正好剩个个位数或者是十位数，所以我就没闪。可能是征服者长有点高。你在等什么？真的，刚才那一扎，我计算的血量应该是刚刚好扎不死，然后他扎我一下，我们接个闪现，这个样子。来越我的塔来了，可恶！哎呀，简直可恶啊！这样吧，先来个死刑宣告吧。再放扣一 A 打滑溜 A 接双扣平 A 平 A A 接扣一 A 再 A 闪现 A A 接三扣767。怎么又来了？而且你也打不过我呀！这个平 A 伤害不太对呀！打了我52点伤害。
他 W 被动，我知道啊。哎，我点的炮车呀，怎么变成这个了呢？啊！别走啊！你在等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哟，可恶！其实刚才这波啊，这个剑魔我感觉还能杀一下，只不过呢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如果我杀他，他有闪现，他跑了，那么我就会浪费一个大，还是不合适。交闪，为什么不交闪现？大换闪还不合适，不合适，大招换闪现哪合适？我能杀他，我大招换闪现哪合适？我们要的就是击杀，或者是就是他交闪了都没用，让他死。不能说是让他交闪还能活下来。我在想是不是艾克过来了。哎呀，他怎么有意了呢？哎，我稍微再往后拉一下好了。妈的，他是 Q 闪回去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稍微再跑一下好了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寻思他 Q 一回去的。忘了他还有一段意思，不够细节。
他就这样他都能出出来可血战斧，我们三项都没出出来，三项是真贵呀。快点给我出来，我要杀你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快点给我出来。哎，这儿是不来了。哎呀，有些人肯定会觉得我是迁坟，但其实吧，我不是迁坟，我不知道他有推推棒，我要知道他有推推棒，我就早闪了。主要我不知道他有推推棒，中路要没了。嗯，这艾克挺肥呀，我还得帮他们守中路，还得没有人是吧？这中路。我手中路的剑魔就吃我上路塔，头一次看猴哥用猴打剑魔受这种委屈，受啥委屈了？那艾克来他妈十趟，我受啥委屈了？那艾克一秒钟来十趟。你自己数，你拿手指头数，你数一数那艾克一共来了多少趟，咱就不说别的了。那剑魔262，他让我杀六把，哎呀，差一秒，少了160。少了200呀，回家了。不过没事，他们能有优势就行了。那薅着加露露，这不优势挺大的吗？挺好。我算一下啊，这艾克。一开始越我塔来了一趟，我跟他剑魔打又来一趟，来完一趟哪回啊，又来一趟记不太清了，反正就一直搁上路转悠，转来转去的，转好几趟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转悠也没用，他跟他剑魔等级全是10级，还带不动。不追了。妈的，我真是。我打他个大吧，看看能不能。他还有大招，不行。我出点什么能一个打俩呢？我想一想啊，别送了，快走吧，人家有大招，别去了。影魔刀啊！不行，那剑魔老跑，我得出吸血，我得出破败。
么九头配破败，啊，九头破败加那个加振奋，出一个那个死刑，把那死刑换成反甲就行了。他跟我还游起来了，来来，他跟我还游起来了。那抠起来了还。关键他身上老双 buff， 要么就红 buff， 打起来费点劲。哎呦我操，一顿杀，但没用。知道为什么没用吗？因为我们家有露露，并且有耗子。能打了，撤吧。有妖气，这个耗子太肥了，你咋不走呢？你配在我面前补刀吗？啊，我问你，你配吗，小伙子？赢配吗？有个辅助就行了。打小龙吗？俺老孙正当。那艾克就死了一把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还是一句话，这耗子杀人杀太多了，这耗子杀了16个，只要耗子活着，这团战他们就没法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，兄弟们啊，我先撤一手，有没有死吃，我们去下路补一口血吧。这可打不了了。给我打没血了，往我这走来。咋没放出来呢？哎，不能啊！这艾克打人好疼啊！看来真的得出个影魔刀了。那一个亿打半管的血，打了能我600多血，可能500-600血。抠艾克了没有啊？我抠的是那谁呀、啊？我抠的是剑魔呀、啊，打不了龙，没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打大龙我们打可以。游戏结束。露露等一会儿，有没有大啥的呀，给我来一个，可以薅着打大龙吧。波比在下路开拆了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去上路收收兵。这猴的英雄这装备啊还是不行吧，跟你们这打人不疼。这以前我整个死亡之舞整个九头蛇，现在那艾克就整个就是个弟弟，不好使。现在我单打我估计我都不一定能打得死他，他都能跑。换套装备，换什么装备也没有用，这版本就这样。他十三杠二，凭什么说他能跑？因为我是战士，他是刺客。刺客只有一套技能，战士有更多的普通攻击。没助攻啊！哎，把这波比给我杀了。